让我无法清醒，只有坚定地拥有你的爱才能治愈，是因为你让我无法清醒，只有坚定地拥有你的爱才能治愈，是因为你让我无法清醒，只有坚定地拥有你的爱才能治愈。今天呢，我想把最真实的东西呈现给各位，虽然有一点小失常，我相信你们会原谅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因为人不是完美的，可是我是真实的。